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，我是止于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非常奇怪的游戏，这款游戏的名字在前面啊，红色的 Subject 华氏度34761553度，这个应该是华氏度的意思啊，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名字取的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好，上面写了一个红色的 Do you remember？ 我不知道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吧，反正这个名字啊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。哇，这什么 BGM 啊？是这个喇叭发出来的吗？好吧，然后这边进入这道门开始。 OK， 那我们就开始了玩一下吧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样子的，按 E 键进去。哦， Find the key and open the door， 找到钥匙并开门，是吧？然后这边有个钥匙，红色的，应该是不能碰的啊。那你就说这张是什么跑酷地图咯啊？哎，拿到钥匙了， Find the key and open the door， 找到钥匙开门，那我们就直接可以开了。 OK，Level 1啊，前面那关是教学了是吧？哇，哇塞，这个游戏好奇葩呀！是这样子的吗？哎呦，哎呀，碰到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那这个简单，对我来说很简单。跑酷小王子嘛，原来是一张跑酷地图。哇，上面也有啊，没关系 ，so easy， 好吧，这个游戏真的很简单。这游戏真的很简单。Nice， 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碰到了，应该是前功尽弃了。哦，果然是的。啊，好吧，那看我的。哎，简单。啊，之前是失误了啊。哎，好，下一关，第二关 ，Level Two。哇，哇塞，感觉难度后面越来越变态啊。哦哟，这个可以的啊。哎呀，哎，好了，我又过来了。这游戏很简单嘛，我还以为是什么游戏呢。啊，原来是一张跑酷地图，对吧？简单，你看我就不是过来了吗？然后现在我需要回去吗？啊，跑了这么大半天，跑到这里来找钥匙。What the？ 速通小王子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啊？学过武功的人就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道门吧。哦，对，第三关了。哇哇哇，第三关是什么？哇塞，哇，第三关有点高能啊。哇，这个怎么过啊？好吧好吧，来，我们试一下啊。这样，哎哎哎，哇，简单啊。哎，这边有英文呢。 You are not free， 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自由的吗？有人看着你。好吧，再来再来。啊，简单，过来还是很简单的哦。啊，钥匙拿到了，但是我回去好难回去啊，我发现。哎哎，可以了，哎可以。哦 ，OK， 这边应该是回去吧。哦 ，Congratulations。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哦呀，要拉拉杆，什么东西啊？要拉拉杆干嘛呀 ？Nice。嗯？啊？啊？坑爹的呢 ？This way。Oh my god！ 被骗了，哇！这是假的。真正的路在这里，哎，走吧。哦，找到电池，上面写的要我找到电池，我们必须得快速找到电池。哇哇哇，好黑啊！哇，好黑啊！我怎么感觉像恐怖游戏啊？我的天哪！不过还好我能看得到。这什么？哦，电池。哦，好吧。这个电池是有一定时间的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看一下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哟，这不会是恐怖游戏吧？你千万不要什么东西出来吓我一跳。然后呢，我应该怎么走啊？
这地方我似乎都已经去过了嘛。哦，这个地方是在这里吗？哦，这什么？前面是什么东西啊？ Thanks for playing 结束了，我逃出去了，我逃出了这个系统啊，也就是说我身处于一个系统当中，然后我逃出来了。好吧，我能回去吗？啊，回不去了。啊，这样子的，原来我是一个小小的代码，我在一个程序中逃出来。好吧，那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说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，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或者帮我的视频点赞转发以及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。我是治愈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